好，早上的9:30，我们来录录看。晚上8点，我们把 YouTube 的语音打开。今天台湾539，我们来看看4月19号，我们中了5次 A 组牌，全中2中1 ；B 组牌真中2次。今天 CD 2组签3星2星啊，我们增加1组D。A 组牌啊，我们全车2只1921，全车2只叫1919。1921是全车 ，B 组牌全车一只是119，全车一只是19。C 组牌两星尾数碰尾数，一尾碰九尾，一线一尾碰九尾，这个是1:4比例，也是1:4。D 组牌是两星1921碰五尾，1921碰五尾，这是两星。对组牌是啊、乘以一是640，乘以0.1是64，啊1:8啊，中一碰5300。投资赚钱比例 A 组牌啊，两只啊，我们是两只1:4啊，我们只中2次。哦 ，A 组牌中了啊，全车两只是中了5次啊，中了5次1:4，现在输1次并不要凹。B 组牌全车1只1:8啊，八只的时候再凹啊。所以说我们台湾539啊，所以说是今天呢啊公布的号码跟倍率啊。8点以后我才会公布在这边上面。